国香地道十三香，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天天饮食》，我们今天和面点女王于世清于师傅来学做一道流行的吃食——刷酱薄饼。这是一道微辣咸鲜、酱香味浓的时尚小吃，它内容丰富，主妇合一，是上班族朋友的最爱。制作刷酱薄饼需要准备的主料有：面粉、辅料有苦菊、香肠、黄瓜、豆芽、菠菜。调料有黄豆酱、豆豉酱、红椒、香葱、大蒜。到底卷什么？所以今天咱们是，刚才您说了是薄饼，对吧？然后卷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呢就更直白了，刷酱薄饼，第一个一定要刷酱，对，还要刷酱，第二个饼一定要薄，然后至于卷的内容呢，就是很多了，随便卷。我懂了，就是内容不重要，关键就是饼和酱。对，一定要薄，一定要刷酱。先做饼，薄饼怎么做？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这儿烧了一锅水，是我已经在这儿被煮了半天了，这个蒸汽啊，我们要干嘛呢？然后用开水来烫这个面粉，是咱们今天做这个薄饼的面团的需要。烫面的？对，烫面的。来，我们把开水一次性注入面粉中，这一次性就是快速一些。好，两勺。对，顺着一个方向，盆里边放的这个面粉呢，差不多有300克。于师傅，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用这个热水来烫面的作用是什么呢？这样做出来的薄饼呢，饼质呢比较柔软。可是您看哈，这个饼它要卷着菜吃，还要刷酱。嗯。它要是太软了，会不会容易破呢？它没有软的像片汤一样那种。所以说它薄的也没有薄的像纸一样那种，所以这么吃是完全没问题的。给它用开水给它烫火90%。哦，烫火90%，对，好，意思就是还得流出来一点点。对，剩下的一部分干粉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起，哦，然后撒冷水揉搓，在烫制过程当中，您看，它就成团了，成团呢，面粉中的筋性就被破坏掉了。对呀，破坏掉之后，我们做出这饼呢就柔软了。所以还要留一些撒面粉。所以我们就留一部分。然后呢，在这一部分是用冷水来把它。对，少许的冷水凝聚起来。少了吧？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好，来，到这会儿把烫面团跟干面粉加冷水调的这面团一起，给它进行搅拌。干粉充分的搅拌在一起成团以后，把两种面团给它揣一揣。这是今天的薄饼的和面方法，90%是用开水烫一下，然后剩下一些散粉呢用冷水，将面团搁在案板上。揣一揣，这个要揣特别长时间那种吗？不是不是，它已经没大部分精力都没有了，揣它没有用了。对，好，给它揣在一起，放在一边。也要醒它一会儿吗？现在这个过程呢是倒是不用刻意的去醒它。主要是我们是为了进行下一步制作，将揣好的这个面团给它放入盆中。为了防止它干，我们还是给它搭上一块小毛巾。放在一边。面就和好了，放在那儿了。对，第二步呢，我们来开始调刷酱的这个酱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还是那个家庭版本，利用家庭现有的这些调料，把它做成出什么呀不一样的好吃的饼。所以您看，我们还是用了一份黄豆酱。我在这么调制的过程当中呢，黄豆酱里边是加了少许的酱油，烫出来了，让它稀释一下。都放上啊。大约有两勺的量，叫秘制的，也就跟好多人说这个叫私房菜一样。对，然后就也就是什么，根据您自己的口味，喜欢吃什么味道，您就调出符合您口味的酱。量身定制的，所以今天要加了点辣的豆瓣酱，豆豉。对了，把豆瓣酱连豆豉里边的红油一块加入。光有酱油卸好的黄酱还不够，还要加上辣豆豉。来少许的。蒜末，这个酱待会儿还要制熟吗？还是就可以这么用了呢？它就可以直接吃了。直接吃了，少许的香油，把它调在一起。谁家那个叫秘制的酱？最能吸引人。这是咱们最终刷酱薄饼的中心味道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加了豆豉的黄酱，加了这个蒜末的黄酱，我们放在一边。现在开始进行。饼的制作，面团拿出来之后，适当的揉一揉，让它更进一步的光滑一些。给它一点时间了，它这个面粉跟这水呢就融合得很好了。稍微一揉，这个面团呢就光滑了，光滑多了。给它进行分制一下，分成三份。
你要烙多大的饼，你得用多大的锅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个面团呢分成多大，烙多大的饼就分成多大的面团的剂子，对，将那个面团分成小块之后，蘸上少许的面粉，用擀面杖把它擀开。哦，从这么厚开始擀哈？嗯，它是一个面剂子。嗯，这擀开呢没有特别的规定，是圆是长，是只要是给它擀开擀薄。嗯，擀薄擀到多薄？嗯，擀到差不多有4-5毫米这么厚。这饼类啊有很多种。嗯，今天咱们做的这个薄饼呢，是属于是跟烙饼差不多是，对了，啊，一个方式的一个制作方式的。嗯，普通烙饼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和面的时候，90%是用开水烫成的。对，嗯，好嘞，我们均匀的把它擀开，擀开之后呢，刷上一层油，刷油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它分层，就是把烫过的面团分成小件，擀开之后刷一层油。嗯，作用呢是把面皮给它分离的作用，隔离一下，对，给隔离一下。嗯，好，刷均匀之后给它。出层的方式呢，就是现在我们进行叠制，叠几层它就会出几层。那要这么说，刚才您这个叠就叠了3下，我把它叠成9下，行不行呢？可以。嗯，叠完之后呢，给它再擀一擀，擀薄了。出层的效果是什么呢？出层的感觉呢，它呢层次感分明。嗯。第二呢，有助于它的酥度。因为烙完了以后，等于是那个每一层又更细腻了嘛，哈。对，就是一整张面的这种感觉。对，好，到这会儿呢，我们把它再这么一叠，可以叠3次，可以叠4次，4次的层呢就会更多。嗯，我们在这里再给它叠3次，叠起来，饼到这个程度呢，我们的饼皮就做好了。如果您，哦，这才是一个饼皮。对，在擀的时候您记住了，烙饼一定要两面擀，这样它的面皮薄厚均匀，出来之后呢，饼的这个酥度呢也很好。嗯，刚才于师傅说了啊，到现在为止才算是做好了今天这个饼的面坯。嗯，也就是说把和好的面要经过刷油，先擀开，擀开以后刷油，还要叠制。那然后饼坯呢，就是可方可圆。嗯，可三角。可三角，对。嗯，好嘞，来，饼呢擀开了。今天这个饼呢，比家常饼呢要略略薄一些。嗯，是为了便于卷制。现在我们给它平锅上火。好嘞，平锅上火烙饼呢，如果是用我们这种锅呀，嗯，不是说用电饼铛，嗯，平锅上火之后把火呢就微成中小火，因为火的那个力量不足以把咱们锅底铺盐啊，稍微有点温度之后，给这锅上呢也刷一点油，对，来点刷，轻轻的刷上一点点油，把锅润一下。姜饼拖在手上或擀面杖上，直接把它放入锅中。为了便于这饼呢快速成熟，我们给它加一个锅盖。嗯，然后我们要观察到这个饼是什么样子的时候，就可以翻面了。嗯，根据咱们火力的大小，看到饼有变化的时候，从你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饼底下有点微微的鼓的小包了，嗯，那就是什么呀？定住了，成熟了，往上顶气儿，把这饼呢给鼓起来了。嗯，还有什么呀？看饼的颜色，饼开始放进的时候是这种，是纯的生面的白，嗯，到现在呢有点偏成熟的发黑了，发青了，嗯，这会儿也可以赶快翻。但是还是会觉得有些地方，比如边儿啊什么的，会不是特别均匀，这时候不怕的是吧？对，我们这个饼大了。嗯，锅合适，对，就是会有一些地儿受热不是太匀啊。嗯，这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既然是烙制嘛，啊，到这会儿呢也能把边儿给它烙熟。明白了，嗯，哦，你看现在刚一盖上锅盖，透过锅盖就可以看见那个这面的饼皮慢慢胀起来了。对，锅底是有火的。嗯，这个会让人心里挺着急的，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不停地鼓捣它。嗯，到这会儿呢，这个两边呢不太容易熟，那我们把它往有火的地方拉一拉。嗯，这个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应该选一个方锅。好，翻过来。嗯，饼呢一定要来回来去的翻，在翻的过程当中呢，它饼呢容易充气，这样烙出饼的层也好。其实说真的，老是有人问说，哎呀，那到什么火候就行，到什么火候就行。观察这饼的动静，这个，到这会儿呢，如果您不怕这个油
喜欢吃油，可以让这饼进一步的油润，到这会儿就可以刷油了。在这个饼的外面还可以刷油，对，哦，这样烙出的饼呢会更香。嗯，哦，真漂亮！现在这边，嗯，这饼呢接近成熟了。嗯，它一离骨一充气就接近成熟了。嗯嗯，待会儿我们要切饼了哈。嗯，好嘞，来，把烙好的饼，嗯，直接放入熟食案板中。我们下面进行刷酱的环节，将酱根据这个饼的大小均匀的给它刷在饼的表面。嗯，这个饼的火候就是好，虽然干裂了，可是刷酱的时候又不会把它弄掉。嗯，这个就是要掌握到最好的火候。好，给它刷起来。刷起来之后呢，到这会儿就看您家里边有什么食材，嗯，或者您喜欢吃什么口味进行搭配。第一步呢，我们给它放入一些小的香葱。嗯，放入香葱之后加入火腿肠。嗯，这香肠就是直接买来切了细条就行吗？还是今天我们卷的这个是火腿肠，所以直接切了直接卷。然后这会儿呢放入一些蔬菜。蔬菜我看见您准备的菠菜和豆芽菜呢都是烫过的，都是焯过水的，去掉草酸。 嗯， 嗯，今天在备菜的过程当中，我还看见您在这个焯完菠菜之后特意在旁边很仔细的挤了挤水。对，到这会儿呢我们所焯的这些蔬菜里边啊，尽量呢不让它有水分。好嘞，哇，我们搁这么多料啊。对，黄瓜条。那我们提倡什么呀？提倡少吃主食，多吃辅食。而且蔬菜的这个烹制过程也是越简单越好。对，好，将苦菊再放入。啊，这是苦菊啊。天哪，到这会儿这饼好豪华呀。我相信您肯定能给包起来，我只是在想，待会儿我怎么往下咬啊？是这个，它会不会被卷完了以后好大的一坨啊？你看，我把这饼呢掉一个，嗯，留的是多一部分，然后那个这边呢是少一部分，嗯，这会儿呢我们给它进行包制，用多的一部分呢把整个这饼呢里边所有的菜给它包住。剩下这个呢，咱用什么包起来？顺势这么一推，于师傅果然是很厉害呀、啊！直接就给它包起来了。到这会儿您就知道了，一定要烫了，烫掉90%。嗯，烫完之后呢，烙出的饼呢，它就会表面很酥，它就绷起来了。对，卷菜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什么呀？一张饼把菜呢搁到前半部分，嗯，少占少半边的饼。对，用没有放菜的大部分给它卷起来，嗯、再一推，就变成今天我们这个刷酱薄饼成品了。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我就拿走吃了，卷着吃了。好，这道好吃解馋的刷酱薄饼是这么制作的。第一，200克面粉，用开水烫掉150克，剩下的50克再加入凉水，一起和成面团，行至5分钟后分成剂子擀薄，刷油叠层，再次擀薄成为饼坯，放入刷了油的平底锅上小火烙熟。第二，黄酱用酱油稀释后加入一倍量的豆豉酱和蒜末香油一起调成酱料。第三，在薄饼上均匀涂上酱料，放入香葱段、火腿肠、焯过水的豆芽和菠菜，再加上黄瓜条、苦菊，用力卷起来即可。看，叫刷酱薄饼对吧、嗯、对，刷酱薄饼听起来好像特别寻常，也挺粗放的一种吃食。嗯，它还是可以做得很精致。嗯，是的，而且很有营养。嗯，再学个小窍门。嗯，连吃带喝，我们好吃但是我们不懒做。红酒蜜梨，既有梨的甘甜，又有红酒的微酸，还有暖胃促进血液循环的功效，这醉人的美味您一定也想尝试着做做吧。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红酒、雪梨、冰糖。做法是：一、雪梨去皮儿与冰糖一起放入搪瓷锅中，倒入红酒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焖煮30分钟。二、取出雪梨，切成小片即可食用。天天饮食夏季私厨获奖名单公布啦！微信点赞第一就有13箱大礼包，马上开饭，等你来。经典中国香，地道13香，由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天天饮食经典菜谱》，现在就送！点击官网、微信、微博三个方式下载《一天一道得意菜》。